想象一下，不需要在大型建筑周围搭建脚手架，而是有一群无人机在有条不紊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杂物，从清洁窗户到查找问题，再到进行简单的维护。来自英国和瑞士的研究人员为这些无人机编写了程序，通过添加一个简单的锚和缆绳，他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放下这个锚，然后拉回来收紧绳子，然后使用导纳制控器将自己降低到完全垂直的位置。通过这样的移动拉长绳子，它会像这样上下移动，去接近、修复、感知或采样大楼的外立面。这些研究人员在构建一个世界，在那里，无人机正在爬过各种各样的巨型建筑，从隧道、地铁到矿井。所以无人机会定期监控这些建筑，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或潜在的损害，他们就会靠近，停在建筑物上做检查。如果需要，他们甚至会派维修人员去那里做维修工作。这些无人机不仅能够持续监控大型建筑，而且拥有它们意味着进行日常评估和维护将不再是一项昂贵的工作。例如，现在的趋势是搭建脚手架或使用直升机来完成各种评估任务，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用机器人系统来更快地完成这些任务，并使用一种适应性和反应性都更强的方式。同样的，人们担心机器人会抢走人类的工作，但这些研究人员表示，无人机只是另一种工具，而不是人类的替代品。无人机在一些讨论中仍有负面的含义，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展示他们如何支持正常的工作流程，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支持人类，使他们的生活更容易、更安全，同时降低运营成本。研究小组的灵感来自自然界，他们通过观察蜘蛛如何在蛛网上下移动获得了启发。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。